开战吧。我将从天降。选择天赋，我会让那些动手吧。剑士剑士，我会把你撕成碎片。我见证真两个宝箱，嘿嘿。
他们的前父亲了吗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先吃了再说。再不开炮，我就把你们的头骨拿来当炮弹用。世界义不容辞，走得好极了，保持下去。连杀！够了，我们可不是慈善企业啊！选择天赋。看来你的敌人比你厉害，希望你学到教训了。降临这个界域，动手吧！剑士，什么？开火呀！你们这群蠢蛋！九头蛋，完了！漂亮！看看谁会先拿着主意来拜托我帮忙啊！从天哪！哦，这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踩过。失去了一条生命，但却能拯救更多生命。你的表现很英勇。享受炮弹欲。爷们呢？我的憎恨蔓延着。你就沉入海底吧。做得好，敌人的堡垒毁了。我想都快吃不消。选择天赋，我会让你受此连环。剑士真正毁灭降临，危险消除了。做得好，挡我者死。我会让
选择天赋。我就是浩劫，必须消灭那孤儿。生命，但却能拯救更多生命。世界迈向终结吧，挡我者死，我必须撤退，我的影子会笼大火上场啦！让这地方热闹些吧。暮光之时已降，选择天赋，让那些旱鸭子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。我认为会是好极了，敌人的要塞被摧毁了，快受死。战士打得很好，连杀，挡我者死，
会让你见识真正的力量。死亡降临。第一个化为灰烬的可怜虫会是什么？享受炮弹浴。占领这个丛林之地，怒皇之时已降临。好极了，敌人的要塞被摧毁了。主炮射击！怒皇之时降临。服从黑暗之王。谁会先拿着武器来拜托我帮忙啊？把藏宝图收起来，我直接跟你说宝藏在哪吧，快去拿。见识真正的力量。我们应该占领这个佣兵驻地，注定要毁灭。前武器了吗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先轰了再说。让那些佣兵听从我们的号令。
我就知道可以信任你。MVP。